2019年咧，對於我哋土木工程拓展署嚟講咧，係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年嘅。呢一年咧係我哋嘅部門嘅15周年紀念，同時亦都係我哋部門轄下嘅海港工程部咧就係90周年嘅紀念。咁90周年嘅概念係咩咧？就係、話自從1929年以嚟咧，其實已經有呢個海港工程部。海港工程部一路咧都係致力於香港海港個發展嘅工作㗎。佢工作其實包括啲咩咧？就係修建啲碼頭啦，亦都修建一啲防波堤啦，亦都係佢哋負責即係填海造地啦。同時亦都係負責為我哋嘅航道咧進行呢、這個疏浚工程嘅。我哋香港擁有世界級優秀嘅建造團隊，我哋嘅基建設施咧。是連續8年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第一的。最近超級颱風山竹襲港，大家都記憶猶新。在它襲港的期間，香港沒有出現一些嚴重的傷亡事故，我們市民的生活也很快可以恢復得到正常。大家看到我們的基建呢，其實大體上都安然無恙，這個實在是得來不易，我都很想借這個機會是衷心感謝歷代我們工程界的朋友，尤其是海港工作裡面的朋友，以及我們現在的同事，當然包括我們即將退休的韓志強常任秘書長，他們的努力是為我們建設一個非常之安全舒適的一個生活環境。咁咧就係對我哋啲小市民嚟講咧，重要嘅咧都係丁博士頭先話咧，1921年嗰次填海啦，嗰次咧就係喺灣仔嗰度起咗好多座嗰啲好有規格嗰啲個，嗰當時形容係紅毛泥石屎三合土嘅嗰啲樓啦，嗰啲全部都係咁，個天台咧就全部可以走得嘅，全部通曬嘅嚇。我聽過楊春堂總管長講過，佢住過嗰度嗰啲樓嘅。佢話咧，有時啲警察捉到友咧，佢啊喺呢度上去，喺第二度走咗㗎啦。啲警察唔夠佢快嘅，嗰陣時就咁樣。